下图，这七个数目字不重复的填入空格中，使得图中每一条直线上的三个数字的和都相等。请问这个算出来是多少？星星减掉框框减掉圈圈，答案是多少？像我碰到这种题目啊，当然方法有很多种，现在剩下负七还有负一还有三，你就是东凑凑西凑凑，这样子是可以啊，一定会凑得出来。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说，你把这些数目字全部都加起来。我的意思是这样说，这里加起来，这里加起来，这里加起来，除以三。他说全部都加起来，然后和都相同嘛，意思是说除以三之后，它的和就会是一样。但是里面就有一个负三这个变数，它总共加了两次，所以你要这里负三，你总共要加三次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负九加上负七加上负五加上负三加上负一，这里是一再加三，这个负三还要再多加两次，因为这里一次两次三次，总共三个，所以还要再加上两个。好，这样子全部加起来之后，我们再除以三，就会是它里面这一条线的数字的总和。我这里先把这地方先删掉，橡皮擦。好，这里啊，这里会消掉。然后分母是三，这里是负十。这里是负的十四，好，这里还有一个负三，所以总共是负的二十七，这里就是一个负九。意思是说，每一行加起来是负九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负三、负五，再加上一个负一，就会是负九。一负三，这里是不是就是负二了？所以再加上一个负七，就会是负九。负九负三，这里再加上一个正三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答案就算出来了。他说星星是负一，框框是正三，框框要用减的，减掉三。减三，然后后面要减掉圈圈，减掉负七，消掉负四加七，答案等于三，这题等于三。类似像这样子的数字游戏有很多种，你可以参考我这样子的做法。